大人，属下斗胆说一句，我们即使冒最大的风险，也只能在外围一试。但接下来您要做的，更是难上加难。我知道，无非是螳臂当车，匹夫寒黍。但这世上，总有螳螂和匹夫。张平，你可想好了？正是因为想好了，才来找大人。 天地初开，痴儿远矣。外面可有异常？太后进门时，身边确实一个侍卫都没带。太后常出宫看戏，每次除了应席以外，也会带庶民进宫。为何这次异常？不是没带，而是乔装打扮。 混入了看客中，究竟是什么人，需要他以身犯险？是他。文武场判君一物，久不知万里飞鸿。 修炼十岁，趁群魁为之，快快逃离。